下面是咱秘书长要来甲恁精彩讲讲课吼。秘书长是台湾第一位的战争学博士，也是唯一的战争学博士。啊，不过咱今仔日来听精彩的演讲，请起立。家姐，各位学员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。哎，真怪怪。啥话？各位学员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。那比较正式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台湾参加什么战场？台湾无参加的枪战场，无参加甲无参加，拢爱加州，我甲你讲吼，我讲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也唔对，不要紧，两个人来处理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台湾有参加枪战场。他说第一次。啊，台湾无参加，请举手。第二次。第二次世界大战。对嘛？有。边拢台湾。啊，后个人讲无参加，啊，有个人讲无参加，你看台湾有乱啊？无啊。台湾无参加。好，我问一个问题啊，我大家跟你回答的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啊，什么人轰炸台湾？慢慢讲。日本轰炸台湾，请举手。啊，美国轰炸台湾，请举手。啊，有轰炸台湾，啊，无参加。有人甲你轰炸，啊，你无参加。你听有无？你有叫轰炸用炸弹的 ，AS 炸弹弹射的呢吼？啊，有红弹炸弹，啊，我无参加。台湾有参加，啊，我向美国人甲你弹炸弹呐。啊，有参加哦，有啊。啊，过来。台湾建言的，请你举手。建言的，建书的，请你举手。好，建嘛。啊，你讲够足奇怪。你讲你建书，啊，你哪有光复者？你有光复者有啊无？有诶啊，手无，啊恁从细汉到即马十月二五，迄个课本甲你写光复节啊，你怎讲无？知影放假咧，我阁问一摆。啊有光复节，请举手。啊无光复节，请举手。没有光复节，啊无举手啥意思？这咱台湾人诶本性来，台湾人诶本性来。我甲你讲吼，台湾建书照道理，咱应该无光复节啦。但是国民党入来甲你讲，台湾光复哦，啊，人欢喜甲因人放假。好，你这观念，你今日若无来上课，你根本搞不清楚。台湾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台湾搁建书，啊，所以台湾一定无光复节。建书哪有光复者？你建书也要光复，好，啊无光复者，啊问题来啦，啊无迄天是啥物节？迄天总有一个节啦，啥物节？啊，我讲互你对啦，不要紧。东吴的时阵，台独的名，民进党伊讲这个台湾中战，中战，啊你认为中战对的，请你举手。无啦，你讲真正吼，我无爱。这台湾人的本性啊，我若叫你举手吼，你的目睭开始搞白鬼啊，开始晒皮，无人举手你就歪去。我跟你讲，你讲吼，不是中战。啥物我不是中战？中战的意思讲，战争拢结束去啊。十月二五，高雄，不是叫做中战，迄天叫做
交战国军事占领日，平日小台，啊，投降迄当阵，迄天叫做交战国的军事占领日。和平条约下来，啊，搁生效，对，变作友善时期的军事占领日。即马是啥物时阵？即马就是友善时期的军事占领日。所以，明日台湾的地位，明日台湾还阁是军事政府占领中。啥物人甲你占领？你没有搞清楚尔。但是咱确定就讲，明日还阁军事政府占领。所以我伫战争话内底，但是我也感觉很奇怪，美国轰炸台湾，伫迄个时阵，美国甲中华民国是同盟国。对不对？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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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简单的 A 等于 B B 等于 C 就变看不了。美国甲中华民国是同盟国，啊，美国甲你轰炸，美国是你台湾人的敌人，啊，中华民国嘛是咱的敌人啊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对啊，你莫惊啊。哎，我听。啊，中华民国是咱台湾人的敌人，请问？你今日台湾人来去做中华民国作品，好奇怪呢。啊，过来，美国是咱台湾的敌人，中华民国是台湾的敌人。啊，美国轰炸台湾，照道理来讲，应该是美国占领台湾才对啊。因为战争话有一个征服者，谁征服你，谁就有占领的权利。啊，你中华民国迄当时用日本拍起个。四川去啊！伊是建树日本的，建树日本等于建树咱的。啊，建树的人来到台湾，啊，咱去做作品，好奇怪的。好来，所以各位，你是台湾人的，请你举手。你是台湾人，我开始台湾，台湾人。啊，你要来证明你是台湾人？我这这步骤够简单嘞，你证明我是台湾人啊！哎，现在讲还是，啊，我也要讲台语啊，所以我台湾人。但是国际法内底，你袂当讲我讲台语，我台湾人。马英九最近嘛有阵台语变得袂歹，伊不是台湾人。好来，你讲你台湾人，你怎样证明？我国祖宗八代在台湾，他就是台湾人，未必呢。未必呢，因为我讲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去讲咩啊？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对一下去。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对的举手。你要破人家去，那我这套也上去。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也看勇敢没啦？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对的举手，请举手。台湾是比较敏感用，对了，你用一下这台机，啊，过来，你听清楚，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的，国宾饭店是住在国宾饭店的人的，对唔对？是，对嘛吼？好，这你知影吼？我后边有咩有人家去？啊，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明天跟你住一间，我住一间，你住袂住？国宾饭店。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伊不对，安尼台湾那是台湾人，因为国宾饭店你没有所有权，是吧？你拿不出来嘛，所以就简单呢。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唔对，就简单呢。你无所有权啊，你的所有权在哪里？在日本领吗？知道？日本天皇就包了，啊！像我去日本天皇遐，你也变啊，
交流去甲骗啊，课本甲骗啊，课本都拢假，课本一开始就要甲你骗，啥你骗啥？因为中国人来台湾的时阵，伊一开始就要奴隶台湾，要将咱这台湾人拢做做伊的奴隶，啊，要做奴隶，就伊安那，伊要甲你改变，改变，互你较成奴隶。各位，你有成奴隶无？有啊，你有成奴隶举手。我是无成奴隶，啊，你成奴隶是认得。啊，恁的脚拢有叫绑掉的无？有啊，脚链有啊，哦，袂歹哦，趁钱之前国民党，你袂歹。来，我讲，恁有中华民国身份证有无？应该提出看卖，我给你证明，你是奴隶。中华民国身份证有在，举手，提出来，提出看卖。你提出看卖，中华民国身份证。中华民国身份证的背面。我跟你讲吼，有个人吼，未生出来较死哦，都唔知影这个意思。中华民国身份证提出来正面，甲倒面甲变过。来，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拿出来。你有看到背面的右边的上面六块无？有啊，还有什么物件？有啊，六块无？六块无？中华民国的身份证，好，唔该。你还未听我讲以前，你知影有迄个密码，请你举手。你拢上过课的，你若只上过课的，拢讲伊知，你有哈搞？我都唔知影你知。各位，还是中华民国，伊做这个身份证的时候，因遐中国人的号码拢敢若无共。伊老早就甲你分甲真清楚，你是台湾人，你是战败的国家，你是战败的老百姓，你是外劳的。所以因遐的农民的身份证号后壁个号码拢无共，所以因伫农庄免职，伫即个农民之家免职，农庄医院拢免职。你无成长，你老老早早你叫分裂。你老早去用分别讲，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？但是伊伫口会顶关，甲你讲哦，不要搞族群分裂，分裂是因啊。台湾人拢在做兵啊，中国人是要做兵，你敢知影？你不相信我讲你啊？你知影有一个叫陈诚有无？陈诚啊，陈诚的后生在做兵，陈诚的和后生，甲伊高中毕业的迄年。伊中华民国的法律甲改变，讲高中毕业会当随外国留学。伊一个毕业马上申请，马上离开台湾了，迄个法律马上改。来，各位，1945年8月15日。日本天皇投降，听清楚哦，是日本天皇投降哦，不是日本政府投降哦。日本天皇投降以后，有一个旧金山和平条约。1952年9月18日，啥呢？1952年4月18日，听好。台湾今天讨论到底什么人的？我直接做讲讲。非常的清楚，法律上足清楚的。什么人有这个土地主权？什么人有是这个土地主人？伊就有权利将这个土地甲处理啊。1895年4月17日，《马关条约》。《马关条约》因为头一年有一个清朝甲日本的甲午战争，清朝失败，所以1895年4月17日。签了着《马关条约》，《马关条约》捌读过举手，你捌读过《马关条约》举手？你拢有读册啦，有读册拢有读过啦。《马关条约》在哪样讲？里面怎么写？《马关条约》怎么写？清朝把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他安尼怎样举手？读安尼，请你举手。啊，不是读安尼时啊，恁的课本无共哩，忘记了。这有正确的理由啦，这当然正确的理由啦。来，然后就过来。
清朝把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，零分呐、啊。你要看，我写完全是要给你看，完全安那写，你家己看，安那，只要看无，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未签立合约，有无？是不是两个？是不是两千？大皇帝跟大皇帝签没有？那是清朝的政府跟日本的政府签没有？所以皇帝跟政府有同款？无同款呢？皇帝有这土地交予首相去管，所以首相跟皇帝是无同款呢，是两个不一样的法人呢。你看你哪一讲？我跟你讲。想要讲清朝的皇帝甲清朝的政府，日本的皇帝甲日本的政府，这是无共款的。我证明给你看，因为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投降，1945年9月2号，伊签一个投降书投降。大家看看投降书签的时阵，是啥物人来代表日本天皇？伊迄当阵诶外交部部长叫做崇光葵，来，迄个投降书何出来？我咧讲遮拢是有证据互你看诶，毋是胡编讲诶呢，含全部字呢。好来，这就是在投降书啦，啊，你看哦，投降书顶头一个崇光葵，你看哦，你甲看崇光葵迄、那个线诶后壁，伊诶 title 啦，伊诶职务是啥物物件？你要看，看清楚，来讲起我来来。來对，我先拿一点。Behalf of the Emperor of Japan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， 崇光葵代表日本天皇甲日本政府 ，and 六块啊，这表示什么意思？天皇甲日本政府是不一样的哦。好，过来你看我先。马关条约第二条内底，台湾周边的群岛，甲这个澎湖，永远挂念予日本天皇。啊，所以这个土地已经变成日本天皇的土地。但是日本天皇的土地有这个土地以后，旧金山和平条日本天皇建书，但是日本天皇建书的时候，有对日本天皇处分无？无呢，27条我无一条改过处分。所以没有处分的话，就代表对他没有处分，所以他原来所拥有的仍然继续拥有。所以关鹏爷，台湾今天拖点出门声音啊，你分天龙，要记住。所以跟你考的时候无同款，啊，我一个证明给你看，这边的尖阁群岛，尖阁群岛钓鱼台啊，哎，尖阁群岛是钓鱼台，你知无？你知影对不对？知影举手。尖阁群岛就是钓鱼台，然后因为中国人我唔知道，中国人因为一般迄个钓鱼台就发生代志啊，中国人过大安那些，哎呦，我们两边都不要吵了啦，我们把尖阁群岛交给日本啦，啊，钓鱼台交给中国就好。听我，两个是同款的物件，所以尖阁群岛下位就是美国总统的国务卿，当然即马无来啊。经过阿美有来，一共三拜，一共讲，一共，尖阁群岛的管辖权是属于日本政府，尖阁群岛的主权立场，美国不表态。你想我不光是拜，对于尖阁群岛的管辖是归属于日本政府，但是对于尖阁群岛的主权。立场美国不表态，所以各位，尖阁群岛什么人的？日本天皇。但是谁来讲对于日本天皇诶拥有尖阁群岛的主权的立场，他不表态呢？因为发生伫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 B 啦。第一条的 B 在内讲啥？就讲日本天皇建书以后，伊虽然无对处分领土如何处分，但是伊对于一个物件甲限制，来 suspend 就是吊起来，
伊个权力甲吊起来。日本天皇用日本这个国家的代志、国事啊、国家的代志来交予由人民所组成的政府，这是原因啦。所以美国到今日态度，我一定讲予清楚。所以即摆伊即个伊后壁甲西隆安倍晋三，即讲伊是修改宪法。宪法第四条甲第九条，伫1945年建书的时阵，九月份，迄、那个麦克阿瑟用一礼拜时间将伊宪法甲改变，所以原来因伫宪法甲改变第四条甲第九条。第四条是啥？日本皇帝的权利啊，来伊三十遍，所以讲叫伊爱交吼首相去管。啊，第九条讲日本的迄、那个部队啊，来改改掉，讲日本袂当发动战争。安尼，甲今日。日本才变作有一个自卫队，啊，一个自卫队啊，无国军的时阵，所以莫怪人日本人开始讲，你、欸、阮都从来没有主权呐、啊，明白啊？是美，要搁有美国占领啊？美国甲占领，表面上无，实际上美国完全掌控。所以今日大日本帝国的土地是啥物所在？北方四岛。福海道、那个北海道、本州、四国、九州，啊个台湾、琉球、澎湖、新南群岛，这个规片，规片红的部分你有看无？红的部分啊，拢是大日本帝国的土地，但是这个内底有一个韩国，韩国是安那？是1905年，韩国的皇帝。伊个主管劳力，但是将管辖权交予日本的政府，所以韩国变成是日本的殖民地。这个台湾经营无同款呢，台湾的马关条约就是讲永远割让，就是啥，啥物物件拢交予日本天皇，但是韩国是甲管辖权交予日本天皇。啊，所以咱所读的书内底，我来问你，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？请问对的话，请举手。啊，不对的，请举手。你拢好比讲啊，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啊。但是今日已经不是啊，为什么是因为？因为1945年4月1号。啊，你台湾的问题有清吗？还佫有呢，还佫有呢，你听。本来因为殖民地才可以割让。啊，殖民地割让有几个例子讲给你听。1898年，美国跟西班牙战争，西班牙战输，战输以后，伊挂系列土地给美国，波多黎各、关岛、古巴和菲律宾，因为这四个所在拢是西班牙的殖民地，啊，国际法、万国公法规定，殖民地才可以割让，不是殖民地就不能割让，所以你也当知影。今日大清的皇帝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天皇，表示台湾是大清帝国的殖民地。啊，但是台湾是大清帝国的殖民地，也嘛未当讲完全是殖民地，是叫做破殖地。安怎讲？来，台湾伫迄个大清的时候，台湾的土地，即、這个地图安怎？来，咱看一下台湾的地图，比大清帝国的时候它的地图，你有看无？看看没有？欸、这是我画的啊，这是历史里面有的呢。啊，这个这敢有新台湾？是不是台湾？是不是？是的，亚洲。啊，这个台湾都摸不着啊，你还敢亚洲？啊，你会敢问讲啊，正平奈无去，对吧？啊，若国民党要来甲你讲正平奈无，用那个时候沉在海底了，何况在浮出来。我甲你讲。因为当年大清帝国只有能够统治台湾的西半部六个屯垦区，右边的土地是高沙族的啦，高沙族的啦。啊，你放眼看，大清这些中国人看了外交收得好，不是因呾土地嘛，甲挂予人诶。啊，所以挂过来了，才有迄个塞德克巴莱迄边迄个影片。高沙族讲奇怪呢，啊，外生活领域，啊，你怎么日本人跑进来？所以因就群起反抗，但是呢，日本天皇他咪讲，是迄个时阵大日本帝国，伊这个国家是全世界、全国际上第一强的国家，伫迄个时阵。
美国才算第三流的国家尔尔呢。啊，伊上界强的时阵啊，美这个日本上界强的时阵啊，伊拢照起工来。伊知影讲这个高山族去甲反抗，啊，但是台湾这个土地，清朝的皇帝已经割予伊啊。所以伫1905年，伊开一个国际会议，来决定讲这个高山族到底是毋是一个国家。结果开会以后，高山族是部落式的14个族，安尼伊判断讲，伫国际会议来讲，安尼这高山族毋是一个国家，所以伊要甲征服，看过。战争法内底没有打赢跟打输，没有这两种 ，win 跟 lose 没有，当然 conquer 征服者、侵略者。所以迄阵日，这个日本天皇就派警察甲军队，为北部甲拍拍拍，拍到南部，小小的台湾拍偌久，拍十年。甲清朝无同款，清朝三竿就解决了，韩赵了，所以前面的马关条约。啊！你看高山看偌强多啦！啊，所以这个1915年日本天皇建构台湾主权，这是头一摆台湾人有主权，台湾人台湾这块土地有主权，是1915年。啊，明仔证明1922年2月26号华盛顿裁军协定交予国家第19条的契约内面，讲台湾澎湖是属于归属于日本天皇。所以台湾以前无主权，甲1915年建构以后，规个规个土地拢是顺服在日本天皇底下的阵才有国家。啊，你捌听无？你毋捌听？我以前嘛无听，是到落尾啊，美国提供资料，啊才知无哇，台湾过去是安尼。啊，所以台湾人过去400年来有没有建立过自己的国家？没有。有的请举手。没有的请举手。你别当歪牙去，我先跟你讲。啊，你歪牙去，我来知讲，你去查，你要歪甲你讲，你听无听无？你若听无，我讲一摆。所以你来牙去，啊？那个当然不算了，那个只有2天而已啊，一个礼拜而已啊。啊，所以各位，台湾这些土地真的有主权sovereignty？是伫日本天皇1915年以后才有诶。来，啊，台湾这个土地到底啥物人诶？日本天皇，千真万确，到今日没有改变，完全阿未改变。美国甲日本战争，日本天皇战争，日本天皇投降。我请问你咧，你用你头脑家想看卖，今日？琉球，美国要兴予日本，因为大家以前琉球是日本的嘛，日本天皇的嘛，啊，台湾这块土地嘛是日本天皇的，啊，所以美国将来若想讲这块土地要甲解决的时阵，伊要甲什么人谈判？啊啥？甲日本天皇谈判，啊，有简单无？啊，所以中国是差差啥？跟你完全无关。对不对？啊，像安尼无关，你听好无？中国人话真巧，我甲你讲，你毋通看中国人。中国人毕竟无咱是即个台湾即个土地顶边的一寡国际化的学者，中国的学者比较巧。遐个学者谈了较好。2007年，我当然我2004开始研究战争法，发表以后啊，中国感觉惊着。啊，台湾有一个小件。叫林志深研究战争法，伊嘛去研究咧。南京军区的司令员，和武汉大学83位的教授去研究战争法，2009年一下出一本册。哦，我甲看内底，甲我写一模一样。但是你头到尾欠一个物件，台湾是无写。啊，啥物台湾无写？因为中国。诶，高转已经足清楚，台湾与中国毫无关系的啦。所以，中国这3年以来，过去邓小平、江泽民、胡锦涛出席的时候，都说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有无？后面3年无听到，硬3年无可讲，为什么？
伊若想要变一个强的国家，伊爱照国际法来，袂当乌白分明。袂当讲你看到介就是你的，看到水的查某讲啊，这是外国，安敢袂使？无遐简单呢，对不对？三年来，他从来没有讲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的领土。伊即马讲啥？核心利益 （core interest）。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，啊，听话了，我是听话。是那个伊的核心利益，伊怎讲的？遐简单。温家宝要落台的时阵，顶某的伊甲你讲的，我以前拢讲啥？亲爱的台湾同胞，有无？啊，即马讲啥？台湾人民，各位，欸，你看报纸，我乌平看呢，真正我讲你用乌平看啦。台湾同胞跟台湾人民是不一样的呢。台湾同胞的意思是啥？台湾是中国的，所以叫做同胞嘛。而且伊那块叫日本同胞，伊嘛讲日本人民嘛。啊，即摆讲台湾人民，意思是啥？好啦，我知影。啊，你台湾不是中国的，啊，所以恁即摆，恁即摆追求的是自私美，在底下知影。啊，所以开始用吼，用给你怪台湾人民，由他发表的这两句话，我甲怪出来。中国对台湾的策略已经改变，所以2005年，我家己这个做，这个我写文章咧，我有讲啊，后摆中国一定用红利来互咱台湾去行，因为伊足清楚，伊要用法律无可能，你来看啊。啊，搁一个证明，2006年，掠迄个叫飞弹危机的时阵，飞弹危机，李登辉选总统的时阵啊，有无？李登辉伊讲啊，中国用空包弹啦，有无？其实你偷想了呾，伊讲他用实弹，因为台湾若甲伊无关的，伊若用实弹，就是迄个叫火箭，迄、那个火箭内底有装炸药，啊，若飞过来，我甲你讲，开始战争。这个真是侵略，所以用啥？用空包弹。啊，是美国人要讲的时候，啊，我就用空包弹啊，啊，别人怕死啊。啊，政治上拢是啊，乌平富啦，啊，你台湾就乌平惊。你看过来，你袂惊吗？哦，嗨啦，中国足强的啦，强起来惊死人啊！啊，我甲你讲，伊无强，互你听无？你要听无？啊，我爱拍手，我爱拍手。航空母舰对不对？你这航空母舰偌侪钱？你买？你知无？2000万美金呢？2000万就买一只航空母舰呢？啊，你知影美国的一只航空母舰偌侪钱？79亿美金呢？2000万美金，啊，甲79亿美金的航空母舰能够对抗吗？全世界一个国家，11个国家有航空母舰，敢有一个国家的航空母舰来这种航空呢？无危机的。啊，乌啊，搁穿乌烟就卖，迄种物件你知影就对啦。啥物穿乌烟？我甲你讲，即只航空母舰，迄当然是乌克兰。乌克兰迄当做的时阵，伊有钱的时阵做的，后尾安那，伊要甲拆掉，伊将烟瘾啊拢炸掉，用炸药甲炸掉。啊，伊要用废铁啊，买雷米。啊，即中国有一个公司啊，去甲买，迄种我讲是中国军方伫后壁塞弄的啦。啊！伊买了，讲伊买做这个做啊，水上的旅馆呐。啊，2000万甲买了吼，啊，为遐安尼晒晒晒晒晒偌久咧？晒几年外呢？晒年外晒晒到伊个大连呐。这只航空母舰，你看啊，顶边你看到飞机无？有无？无呢。啊，航空母舰无飞机是要干啥？这只航空母舰。上无有三个很大的缺点，第一，航空母舰顶管伊个飞机前尾，伊要一个拦截绳，有无？你看看咱美国的迄个航空母舰哦，爱飞机降落，尾啊拢有一支钩啊，有无？那落来，钩啊甲钩咧，啊未叫走去，未当去海底啊，有无？你看无？你看这钩啊，你看无？拢有啊，拢这钩啊，你看无？有无？我甲你讲，中国无法度做，甲今日都无法度做。啊，无迄个狗仔，伊飞机是要来飞？有啦，人伊最近讲有2架飞机吼，伫遐降落啦，迄是特技表演，几啊千只的驾驶来找两下撞上嘛，对吧？找两下来做迄特技表演，那会无法度。
啊，你若讲真正讲有法度去作战啦，你知规个连队、规个中队拢是有法度才有法度呢。啊，这第一点，第二点，他都在演练讲过。啊，过来，伊个雷达，美国航空母舰的雷达，有一个防护啊。就是讲，今日你伫雷达个看讲，伊个航空母舰伫即个 A 点，其实啊，他没有在 A 点，伊伫啥？伫 B 点，是刷去伫 B 点。刚才美军看咱这个办公室。咱这个水，这个做水月圆，美国甲咱帮忙。这个水月圆，你若用你的 GPS 甲定位，看卖，我甲你保证，水月圆走去地航，迄个做高速公路监管，他在保护我们。咱个头壳顶另外有一片云呐、啊，所以着讲中国若真正要甲咱拍咱袂着啦。他上甲你讲哦，是美国甲咱讲。所以航空母舰国较出名代志哦。航空母舰，伊在航空母舰内底底几个人，你知无？一千个。美国航空母舰底几个？六千个。我讲一个足笑话来让你听。美国航空母舰六千个内底，伊一顿食一顿，爱食多嘛吼？食一顿的食物的重量是一顿一顿。啊，中国一千个，一天的那个食物的重量也是一顿。你听无嘛？一千个食一栋，啊，六千个食一栋，剩两较贤食，较贤食。中国人较贤食嘛，啊，会食拢嘛袂伤精啊。啊，你讲这种的我都做者吗？没有办法，所以你莫惊啦，你绝对莫惊啦。我老早我上课就讲过，啊，2018年以前，你食绝对无效啦。以前讲外派，啊，即摆伊都发表啊。因为我们那个航空母舰只是用训练用，啊，训练用你来，你俩铁最敢担嘛，然后他家的重量，啊，那个航空母舰陈国军，啊，那边2000万买一条，咱大家来捡起，咱嘛买一条，我来讲，那么我多呢，够呢，有真侪拢是媒体，你替中国包装，你媒体的头家大部分拢是中国人，我讲大部分拢是中国人。啊，真少部分嘛是挂中国的中国人，诶，台湾人。你讲你叫伊生意真好呢？无呢？民视嘛同款的，民视的新闻部的经理是中国人，遐拢莫甲咱骗啦。即摆剩咱这个台湾政府、台湾民政府这俩去拍拼尔。啊，所以呢，媒体不爱甲你报这运动呢。啊，咱疫情方面，我甲你讲。100%，咱一定会接到捐款。时间会长较短。美国讲，啊，你要训练4000名，当然怎啊袂歹呢？咱像小可啦，每一期吼，初级班拢才100个，没有问题啊。啊，咱两级的初级班，就才有300个初级班，啊，才一期高级班。啊，所以咱国标班啊，恁正好有课文啊。后礼拜的29、30、31号就是我们的高级班。初级班毕业的时候，按照美国政府的规定，我们送给你一面美国的国旗，大面的，大的国旗。但是我袂当今日上，嘛袂，明仔载明仔个袂当上哦。要到第三天的上午，我确定讲，啊，你有坐伫遐。但是美国政府规定，听好哦，听好哦，听好哦，你袂当用这个。台湾人哦，足爱用这个挂国旗的。你来规规矩矩，用旗杆呐。啊，这个旗杆嘛很特别呢，你有看到无同款的所在无？老鹰无？那是美国内政部，伊若去游行哦，拢去只老鹰做台灯。啊，这个老鹰贵队传来。你从这个做罗马帝国的时候啊，开始流传下啊，所以呢，咱的学员真巧，第二届学员，伊迄老鹰哦，本来内政部上号呢，老鹰是铜做的，哎，伊的艺术节目呢，伊跩起来用啥，用迄射出的速波速杆，哎，所以老鹰的头哦，是值100块，啊，旗杆呢300块。安尼多一支多400块，所以你若要买，爱找咱个买书找我小姐，
诶，以上是工商时间啦。所以呢，我们的最后一天哈，最后一天我们会送给你一面的美国国旗。啊，那高级班哦，我赶快哦，高级班有毕业证书哦，结业证书啦。高级班的结业证书被创下，就是后摆台湾进入的行政人员只有4000位，4000名内底可以终身任用。啊，所以你若愈少年来受过，真的是哦，领到老为止啊。意思是讲，这些人叫做革命先行者。我无要叫恁做革命先烈，革命先烈啥啦？是挑起来。啊，你是大先行，人讲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哎，讲俺早起的虫会被鸟吃的，够用是虫嘛？你起码受了就绝对不是夸张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嘛欢迎讲，恁来迄个高级班受训，但你高级班受训哦，爱家己先报名。啊，若无报名，我前天331个哦，比赛也无准成啊。因为头一摆吼，我无想讲331个，330到底袂落啦。啊，即摆底袂落吼，咱就用视讯的。你讲套大的打电话来，哎、欸，不然就视讯的不算哈。啊，视讯不算，你即摆甲我讲啊，后摆将视讯不算。所以后届吼，咱若先报名啦，我们超过的时阵啊，超过200个时阵吼，咱就甲拆做两个班。不过咱两个教室，这是第一教室，后壁是第二教室，啊，这顺便甲各位报告。啊，但是呢，咱台湾民政府、台湾政府从来无甲咱误判。啊，你讲哦，我比讲啊，啊，我今日交6000块呢，你交6000块有无？有无？啊，你6000块交台湾民政府，请你举手。你交台湾民政府？你看玩弄无你哈，我没有收你6000块呢，你是交予咱水月园，咱是农场，予你民宿呢，三天食10顿，困2晚，会使哩啦。你家己去民宿看卖。我中立刚已经有一摆，我去屏东演讲，你住伫迄个什么叫6000块1晚呢？啊，阮去吼，哎，就是听阮去讲打对折呢。8000块呢？8000块，阮三个去一间就好啊。啊，买2000几块呢？足够哩！我是觉得可以的啦。伊是遮拢重新做的呢，迄桌嘛拢新的呢，不是会旧的，互你坐呢。啊，有的人乌皮坐坐，伊遐拢人创一间嘛有诶。所以吼，我你爱爱护公物啦。所以咱台湾民政府的官员后摆吼，有两个规定，第一个规定不能贪污。你若贪污啦，干嘛一直讲？哎呀，你若歪讲，你袂当做公务员嘛？哎呀，你歪伊大家讲啊？要怎么样？要枪毙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押去？你无押去袂当做官，我听你讲。我今仔准备要贪污呢哦。你若贪污，绝对枪毙，我无爱听，不管啥物啦。过来。你做公务人员，你一定要为老百姓做代志。所以话来讲吼，伊即摆知你来受训对不对？啊，怎啊甲你加？啊，你拢莫想要做官啦？你有想要做官无？对，安对。你讲我就是要做官，因为我可以替台湾人做代志啦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无替台湾人做代志，无啥人要做。4000位啊，无偌困难啦，我甲你讲。啊，身份证爱41万分啦，啊，你问讲，啊，那41万，怎么不是40万、50万？为什么41万？因为这美国想来对账，2300万啊，300万的人，那台湾人里面有300万是啥？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。所以你应该知影，你渐渐发来，嘿，中国人是中国人，台湾人是台湾人呢，不一样呢。所以2300万扣掉300万，2000万，啊，2000万内底有一寡台湾人，有一半已经去哦，国民党教育洗过。我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，有无？有这种？有呢。啊，这种笑的呢？
阿公啊，你过来，你甲你过来讲，哎、欸，你是美国人，也是英国人，你若无甲你扒了，我算啦。独独你台湾人，互人讲你是台湾人，佫是中国人，台湾人台湾人，啊中国人中国人，佮毋是安尼。啊，所以我靠一半，啊存一千万，啊一千万内底，因为过去即个四五年内底的投票率。67%，你讲是不？所以1000万乘以67%，就是670万。670万内底，搁扣掉没有投票权的，一些没有行为能力的，啊，这是美国头一步的啦，用算一半就好了。335万，335万来乘以12.25%，这是联合国和这个南斯丹这个独立的时候啊，公投的。这里帕索12.25，所以335万乘上12.25，41万。那你很准是已经高清名的人申请到身份证。所以我头先跟你讲，讲你是台湾人，我跟你讲，啊，你要证明你没有办法证，谁那没有办法证？你不相信？来，有护照的举手，你有护照的，有护照的护照的。啊，来，你护照你甲拍开。来相片，甲看，户口身份证就先到啥物件？你有看无？啥只？中华民国违法标志啥有无？啊，有人讲哦，啊，台湾遐有 CAWN 啊，美迄个台湾啊有无？这个台湾是阿扁啊，迄当阵哦，第一老啦，人囥这个台湾啊，囥一个台湾人飞去啦。但是你若看，迄个内底，甲拍飞的时阵，看。护照，中华民国你看无？你来这个台湾，没有呢。你不是台湾人呢，你是中华民国的人呢，对不对？说你有护照，你是中华民国的人，你是台湾人，我跟你讲，你别搞错哦。你讲拿我的身份证，啊，来看你的身份证，来我看过，过一摆，身份证，来看身份证，各位看看，中华民国。国民身份证，哎、欸，你都是国民呢，你不是公民呢，啊，你有投票加上，叫人干呢？你投啥票？你投啥票？你国民你敢投啥票？无人叫你投票对不对？无呢，我中华民国在美国安尼甲骗啊，我无叫伊去投啊，我给伊身份证是国民身份证啊，啊，你拢走来要投啊，我就让他投啊。你看哦，你真正是搁强卖去，搁去人说算钱，算钱就是这款型啊。你去甲投票，香港袂敢去投票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投的票是中华民国的总统、中华民国立法委员、中华民国的议员。啊，你台湾人，啊，你遐投中华民国，啊，你有看无？有看过牙签？你有空啦，我嘛以前嘛空嘛，但我看无啊。你不是干那安尼空尔呢？你有钞票有无？你的钞票来，看看你的钞票，你看一下。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呢？我来讲卖讲钞票啦，你的铜板顶上都有中华民国啦。所以你要证明你是台湾人 ？No， 没有办法啦。所以你是美国海关啦，我给你报警。你呢？遇到那个看你袂介意，有你要证明你是台湾人，你找袂出来，阿边仔找袂出来，所以伊就改掉了。下来伊讲哦，台湾护照免签证有无？台湾护照呢？有台湾护照的请举手。没有啊，我问你，你怀疑啥？我免签证，哪敢怀疑啊？台湾护照免签证，里面有台湾护照吗？台湾护照马上就会有了。因为美国国防部已经给咱答复，给咱台湾政府答复，你们所要求的旅行证件，我们已经进入讨论时期。因为你一本的护照，一本的身份，那个旅行证件啊，你要有公民身份证。啊，那公民身份证，你最重要，在台湾进入法律才有效呢。啊，无你话，你若所以我甲你讲哦，你若无意见，我甲你当作中国人甲你打扮哦。
哎，我不是来呢。所以那一张身份证要不要紧？要，很要紧啊！我无爱骗啦，外口你空可以去空啊。所以我伫电视放，我讲什么？谁是疯了？哇，那记者跟他们说，外面说你们疯了，我说谁疯了？给我两年你就知道谁疯了。好，你已经无法度证明你是台湾人啊。有一摆，都无偌久，还是三四个月前尔，我是在台中伫演讲，有两个高丽山来，走来伫遐咧听啊。啊，演讲演一半时，举手咧，有你讲的经验，就是我伫美国海关的时候，我去美国吼，叫伊调两点钟久啦，因为海关甲伊问啊，伊讲你是台湾，啊你哪证明？我都证明咧，因为伊摕伊身份证，伊摕钞票。拢是写中华民国，啊，当然是超过的。来调两点钟，故意甲放伊入面的时阵，甲讲一句话。啊，你们台湾政府已经有身份证，你为什么不去申请？台湾政府，你们听鬼啊！所以进来了，叫伊的后生讲，你叫打网路看看。啊，卡着，那台湾民政府，台湾政府。啊，暗时多我伫屋里面讲，来听，全家拢不听。这不是我讲的这些东西完全的事实。后来，你们证明讲你是台湾人，你不是中国人，美国嘛足妖秀的，你拢看，你拢也要演戏，演戏对不对？不演戏也举手，所以拢不敢举手。啊，念过英文的请举手，他会演戏。来。我讲你最简单的，给你搞翻译好不好 ？People of Taiwan， People of Taiwan， 边个翻译？台湾人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嘛吼？对不对？民间台湾人对。过来 ，People of Taiwan，People of Taiwan， 安那翻译？嘛是台湾人嘛，对不对？两个都台湾人嘛，怎么分？也不是台湾人，住在台湾的人。People of Taiwan 人，本土台湾人，啊 ，People of Taiwan 就是居住在台湾的人呐、啊，的台湾人。美国用这两句话哦，骗到台湾人，骗到全世界人。古今拢和平交流，讲的台湾人 ，People of Taiwan， 上海公报内底台湾人用 People of Taiwan， 台湾关系法内底底下 People of Taiwan。最后一个笑的就讲，哦，美国要保护台湾，用台湾关系法，我咪笑。People on Taiwan 是你保护遐死中国人，不是保护你台湾人。所以我要求美国要把上这个台湾关系法取消。哇，大家有病吗？敢吗？因为国务院含遐中国人较好，国防部含咱台湾人较好。啊、所以这个美国用这个 People of Taiwan 跟 People on Taiwan 在做